是怎么样子的一件裤装呢？大家其实可以从长度看哦，它是一个非常利落的长度，它不是那一种很拢长的宽裤，所以对于大家来说应该方便许多。好，再来它整件放开其实是这么大件的，还有肚围也是这么大件的。好，所以呢你只需要利用你的双手稍微拉一下，就是有一点点腰身够紧就好了。好，那中间里面这边其实有一个暗扣，如果你喜欢露比较多的，有时候有些人会戴项链，你就把它打开，不喜欢的人就把它扣起来，还有一个小按拇指扣。口袋是有的，可是透过镜头来看口袋好像没有，因为太瘦了。那我161穿起来的感觉是这样，然后屁股后面也全部都是走完全宽松舒适的，完全就是藏肉。我自己平常出门就是老是会带着我们家里的牛仔外套到处跑，就是这样子很休闲的感觉哦，很舒服的料子，非常丝滑，然后很好整理的西装滑面布料。而且我觉得黑色它真的非常的利落，穿起来其实有一点小小的个性，它是没有到那么帅，它是有一点那种女人味的，包括它前面做了一个这样子有点像那种衬衫翻领的感觉。我们身高有5公分的差，然后彭彭穿的是高跟鞋入口，我穿的是就是比较休闲的入口。165公分的话，其实它穿起来是整个脚踝可以露出的，它的比例也是非常好的，包括我现在其实配一点有跟的凉鞋的话，其实它穿起来都是非常好看的。